现在我要解说的是青蛙。首先我们做一个6公分、3公分、8、8、3、3，然后我们把这4个泡做连接，再做一个6公分过来，做一个3公分和第一个3公分做连接，连接好以后我们做一个8公分，换15度，换2次，把它塞好，然后做一个2公分，一个熊耳结，剩下的气球我们做它的后脚。后脚的话就是不打结，这个环泡把它这样捏，然后第一个6公分绑在熊耳结上面，这个可爱的青蛙就完成了。